中国农村复兴联合委员会的美国委员克雷克博士今天上午搭机飞来台北旅行。克雷克博士同时也将出任美国驻华大使马康卫的科学及技术的特别助理。当克雷克博士到达松山机场的时候，受到我国教育部长蒋彦士、吴大猷博士跟沈宗汉委员的欢迎。克雷克委员是在今年五月经过美国总统尼克森的任命，继毕林士博士出任这一项新职。毕林士博士已经在去年十一月离开台北。现年67岁的克雷克博士是美国加州人。